大家好，这里是纽约，我是石英老师，非常荣幸受南加中华舞团的邀请，排练了一支中国古典舞蹈《善舞三生》。这支古典舞也是我的原创作品，使用了中国古典舞的扇舞，融合了中国古典舞的起承转合，很多扇子的技术技法揉在当中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扇舞三生，同时关注南加中华舞团。